地心世界，六祖大师法宝大经。神知识，各位神圣大德，十方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直接来继续过来讲六祖大经哈，这风水真经啊，风水真经里面的禅哈，咱来讲伊六祖大经啊哈，现在讲到基缘品第七，基缘品第七，好，咱顶节呢。讲到这个开这格低见觉之见，格一低见开格低见四格，这个低见哈五格低见入格低见，哈，这就是讲开四五入，哈，咱讲开四五入，哎，是安尼开呢？开这个格的低见，比如讲有人有事清楚舒服，哈，伊心灵上。诶，这里，或者迷啊，心灵上诶障碍是啊，你啊开始，甲开始，开始，你要甲开始报伊路，爱报伊行着正路，报伊无烦恼的路，啊，报伊无烦恼的路呢？依照所做以后无因果，无因果，没有因果，啊，一般呢，你报人去行呢，后来你行去签字五个啦。因果到位啊！因果马上到，因为明仔若你签无着吼，哈哈哈！结果无中奖的时，你爱甲付因果呢？啊，笑是咱的呢，迄毋是真正开低见，是低见。你开低见呢？比如讲啊，伊心灵上有只疑惑，哈、啊，咁心灵上有看碍，有看碍的时啊，你开一个低见。哈，这视觉低见，你视觉，你视觉低见呢？你唔是讲，哦，唔好唔好，你要告诉他，改讲，你这个代志唔好做，会发生的烦恼在哪里发生的烦恼，事先爱开好者，爱讲我知，爱和事先伫伊心灵上先了解，比如啊，有一个贪，贪的境，这个境界的是啊。你贪了这件工作，贪了以后会发生如何？爱甲讲出来，哈、哦！所以五觉之间呢，然后呢，你甲讲实现出来，爱接受的人，伊爱觉悟，伊悟着，哦，对，卖是安那，马上给知影这个因缘果，好了解自因果，因缘果何在？哈、哦，安那五之间入觉之间，心即安详，心即安定嘞。心才安定了，所以才真真正正的。你要做一个名师呢，确实无简单。咱要做名师无简单，只有佛我都做真正名师呢。所以人天的导师啊，我咱会开始咱，咱上台先，咱有拍心拍开，请师父甲咱开始咱的路。哈、哦，师父将咱心内的这个疑惑甲咱拍开。拍开了呢，事先告诉我们，你袂用安尼做是安那，正面莫安尼做，原因是安那，你背面你安尼做会安怎？按两项同齐共指点，指点互人知，哈，然后呢，清晰的人才会悟着，悟了，哦，怎么样？悟之见，悟觉之见，五觉之见，才能悟着，哈，自己听了以后呢。内心呢，
发露出来，内心会发露出来，这个智慧出来，好，这个境界会走出来，入觉之间呐，这个心会安详。所以日月之间呢，就是安，是心，哈，是安详，心安详。好，咱袂使讲哦，话呢，讲讲呢，等互人。讲到让人气烦恼，等等，让人现在讲一句，等人，你若无听我安怎？哇，你这是罪过，这就罪过，把烦恼丢给别人，什么都不管，结果呢？你慢慢慢，哈，那也不是开始误入，开始误入，所以这一来一往，这一来一往，哈，一来一往的代志，哈，开始误入，不是单向哦，不是我给你的。不是我讲给你，直接讲给你。我讲给你咧，你我爱再来，是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。哦，你知啊？咱一个法师讲种地理先生，一般人落地角就是什么种落地角呢？地理先生会落地角，哦，啊，算命先生落地角，哦，到尾法师会落地角。法师，我地角内底所关拢关这三种人。讲呀，爱注意啊，是安那会关这三种人呢？你都你刚开始咯呢，单向尔，吼、哦，你无都可以心里安详，无都安详个，心无都安的时啊，去惊吓，惊吓落地工，到尾害啊！我当时你是安叫安落地工呢？我当时去问某某人，啊，这我才唔了落地工，责任是法师的，当地李先生的。啊，算命先生，吼、哦，啊，各位，落这个地理先生、算命先生、法师，你都爱家己落地工，替伊打一条线，是因果，吼、哦，开悟、开觉，吼、哦，开觉、地见，吼、哦，视觉、地见、五觉、地见、入觉、地见，这就是咱爱学个真正，这个真正客观，吼、哦，以后呢，咱呢只知识诶。所行的路呢，心才会安详，才会安详起来。啊，再去一个对新娘，新娘起来，吼、哦，一两三个，吼、哦，就警官学校，吼、哦，一个教官，后甲带两个朋友起来，吼、哦，就讲哦，我要去大陆，要去大陆，哎、啊，设一个指引，吼、哦，要设一个化工厂。我看好你唔好去，你真去，你去啊两年，第三年你都爱收起来，啊、哦，第三年要收起来，我是怎个呢？第一经营，你讲你第一的，你的缺点、缺点、开掘之前，把你的心灵，你一直想要赚钱，但是你所行的经营理念甲开发，刚才完全两回事，完全两回事。你那是你一定保证失败。啊，那么你会失败的原因呢？就是过来你的地位无够，哈、哦，你过去拢行的好多这个行政机关，行政机关的路呢？好、哦，你是干呐？以行政机关你也做得好，但是这生意嘞、化工嘞，你个外行，哈、哦，这所有发生的代志，是请你按来讲我听。视觉之见、物觉之见嘞，一只我就哦，对嘞，我的能力到什么程度，我知影啥，我唔知影啥，我知我的程度，你我的话悟了，物觉之见你就我的。那么日觉之见，后来安尼无我钱抽得来吼，我卖做啊，好、哦，好人去做。日觉之间，一心安咯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。欢欢喜，我回去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爱开悟、开示、日悟日，这四项。好、哦，啊，另外一个呢，伊就好做沙拉油，好、哦，不是做地下油。我咧做地下油可以，但是你的资产跟负债呢不平衡。你的资产比负债较济，那一般呢？我的资产比负债较济嘞，会赚钱。我讲你等等，但是你这资产甲负债嘞，你资产少者，你负债少的时候，你嘛一多搞搞。我最近伊就是为资产甲负债不平衡，在找原因，找个都找无原因。好、哦，资产一般人嘞，我资产有够，负债有限尔，得了啊！哈哈，是啊，咁啊，你资产济袂叮当。好嘢，无现金，好、哦、要用，你银行一百块，你会跳票，会跳票，
一万块买跳票，但是你讲我财产遮济，干干啊呢，未通。哦，所以你开悟开始悟入，伊只哦，我即摆真正我爱对即条都资产负债去个求个平衡，求个平衡对这问题做，那无咧会都够够。哦，这是哦开始悟入，你个几点好也未使咧，原因伫倒位，要告诉他怎么样来将这里烦恼的因呐、啊，你个解破掉，然后咧就个一心就安啦，就欢欢喜。哦，老师，我安尼，我要来转啊！伊就说啊，要过一日呢。我哇、啊，你的就是安尼，我、哦、东奔西跑，云游四海，云游四海，你做这事业也使。好，伊就到尾又啊，伊就做这里叫做惠温环保惠温呢，啊，就到处捡金啊，啊，环保的这些叫做那叫做垃圾车就对啦，垃圾车就挨在挨户去捡金，捡一个人垃圾去，迄种金啊呢，迄种金啊呢。迄个内底有趁着，我咧较骨来捡咧。原来咧，我先看有咧做那块地起业，好，然后看有啥物事业咧，要搁较好个事业来趁较大条。我咧买咧，你爱看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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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伊安尼哦，伊就即种欢喜。哦，好啊，我安尼我即件就我个工课啊，伊个我工课啊，好，你工课咧，伊个原因就是哦，要认真做。那么我甲摆起咧，伊个卦象。吉天卦哈，啊，伊这个呢，哈、哦，这个卦象呢，相宅有宅，今年亥年、明年猪年，拢宅运，拢宅星，你见，所以这两年环保生意袂歹。爱看过来叫，啊！你事事奔心呢，这奔心呢，伊就是宰苦有苦，哈、哦，宰苦奔错下都是苦，都是迄个苦，宰苦苦。啊，个金属金四四角角，四角角呢，金生水，金生水，所以啊，哎，要认真捡，挂卡网啊，认真捡，啊，挂还拍金壳呢，壳壳装壳壳捡，认真去捡呢。所以今年呢，这今年呢，都好多。在车有旺，那么这里吉天卦呢，一直一直问那个算起来的是啊，叫做游风托王。啊车载了四个去，吼、哦，螃啊，四个的财迷，四个财迷，吼、哦，四个财迷，四个游风托王嘛。胖啊吼，四个去忙啊去忙掉，无忙未掉，啊四个一日唔得看你在是采花，啊采花呢，我說哇胖胖胖，嘿，有钱又贪到胖啊，好、哦，这是大功德，好、哦，这个环保器，嘿这车呢，货运车呢吼、哦，去人捡垃圾，好、哦，直接的吼捡粪扫去烧掉，哦，啊再收这费用呢，那么以前看过来捡一点钱，因为哦，啊我知伊要收本分。都做一个工课，哦，伊要甲做好，好、哦、你其他你无其他在咩啊？你不要勉强，好、哦，你甲做一项就好啊。所以伊能够心会安啊，对原来的事业有足大的疑问，对原来的事业就是讲我安尼敢会趁钱？好、哦，人家安敢想伊是要扣较济无？因为让他了解伊的本分，心安，他的心能安的时啊，就是开始，好、哦。物日，这是世间法，世间法。那么咱出世间法了，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了。开始五日，比如我最近，哈、哦，那心较贪的，哈、哦，感觉想较贪的是，哦，我贪了，我都说你最近唔好贪哦，你贪的是哦，啊，你发生什么情况状况之下，你有什么烦恼会出来，哈、哦，啊，你爱五了，我就哦，对了，我五了，我就悟了，啊、哦。我过的哦，就我啊，入所以一来一往，安尼啦，真的开始误入，咱人来伫世间呐，常常一定会拄到遮人生的瓶颈，人生的这把那客聊的时啊，咱来爱请教一个大师，
好一寡大师吼有修行诶，甲咱开示，咱就我都悟入，即嘛世间出世间法。哦，我要修行正果，如何达到我心灵的光辉、心灵光辉？我会当达到心灵光辉起来，我会心安，会当悟道。好，这就开始悟入。好，那么咱呢，慧能大师啊，伊讲我咱啊，为什么会安尼呢？拢未得开悟呢？咱就是因为一切众生，哈，自悲光明。贪爱定境外缘来扰，感受苦集，哈，便如他世尊将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哈，困令轻，哈，轻息息，莫向外求，一分无知啊，叫咱向来求。所以说，咱啊，为什么有烦恼呢？哈，未当开悟呢？我到甲佛同款，我到觉之见呢？我到觉之见呢？我到觉到之见呢？是安那呢？就是讲，咱啊，外缘一切众生，众生不是人，众生不是人，众生呢，就是伫世间上所有一切因缘的关系，现出咱面头前，会予咱烦恼的，产生咱的目睭看会到的，耳仔听会到的，感觉会到的，遮呢，五官会感觉遮的，会对咱的光光明呢，砍掉去。然后呢，咱贪啦、爱啦，吼，物件，干呐，看了一定硬要爱。吼、哦，迄个一定起烦恼诶！吼、哦，贪力量无够，一定硬要贪。吼、哦，定境世间诶，世间遮诶垃圾啊，遮个境界啦。哦，所以外缘内扰，外缘因为目睭所看咧，咱内底会干扰着。你知道？我常常对各位弟子讲，咱人上大诶魔对咱身躯边，有影魔对咱身躯边，对伫倒位？目睭就是咱诶魔，耳啊就是咱诶魔。哦，鼻啊，就鼻就是咱的毛，嘴就是咱的毛。好、哦，前天这我是大环市，大环市的哈，底下圣王的遐有礼拜二，每礼拜二都底下该广结善缘，有一个问题来问。拄啊一个朱医师，哈、哦，啊都生后生，生后生呢，我看你啊提油饭，哦，鼻足香啊，香油我都做鼻足香，我油饭都未食，更加的为着做，太重道嘞。啊！人遐遐弟子，老师，我叫你饭先食食吼，第二碗再来食油饭。我无想到油饭拉落下，不管那三国鬼统，同款起为主嘛。啊！我咧遐食一碗油饭吼，都足好食。啊！佮红卵，红卵哦，抓拢底足水个。我落去食一红卵，哎呀，迄个保安吼，心肝头嚼了，那心里一马就高山啊，好好嚼，起为主，起为生。吼、哦！啊，起为生个是啊，外缘内扰。外面的缘又分扰乱了，扰乱着我的心肝，可能胃胃一摆心中就乱。为心信教中，我顺这机会，甲遐地主讲，遐个信徒，我讲咱人的心脏病两种原因，第一种一种话，我要起个心脏病出来，够急；啊，第二种呢？胃歹，咱的心脏，咱食药啊嘛好，食了酸的，食了伤咸的，食了伤甜的，吼、哦，胃歹，胃溃疡嘛好，胃浊气生，胃气生的时啊，结果呢，迄气会胀起来，胃头伫胃头，胃的头，胃的头呢，神经呢会牵着咱的心脏，神经牵着心脏，所以胃头呢，胃气生。那就是发酵，一直蒸发酵，发酵呢，你就会牵你心脏去。啊，心脏你就发觉心脏无力，你就找心脏科医生。啊，心脏科医生呢，就开心脏药给你吃。啊，心脏药给你吃呢，一直爱断到心脏去的药呢，爱足有力呢。吼、哦，啊，那么搁吃了呢，胃呢就搁弄歹去啊。你敢来吃心脏病药啊？胃足损胃的，足损胃的呢。你因果循环，你就去夹起来，啊，你心脏就吼吼。哦心脏一摆，结果你为心脏药直接无效，那么咧，各位啊，对这个叫做胃顾好，心脏绝对无问题。等下心脏有问题的时啊，已经面乌一边去啊，哦，所以啊，咱各位食物件爱真注意，好、哦，那一起卫生咧，绝对唔好食。起卫生一食，心头心脏会歹，心脏会歹，唔是真正心脏病，哦，啊，心脏一起烦，胃啦起酸就起烦。
为做咧，为了压做做起来咧，会去烦。所以三字头两本机啊，为了讲讲好好，所以管台下人讲讲说啊，减两讲讲两句啊，好好咧，准备要干巴多艰苦。所以因果循环都要过过过过过咧，过袂得。迄天咧，好昨日咧，我就安尼咧，就是外缘内绕，我才想到啊。跟我礼拜二、礼拜一讲过了，礼拜二我都去可以还了啊！好、哦，礼拜二都去还了这个毛病。啊、哦，这都是讲咱的人外缘内绕，这身体的一部分。啊，有的呢，哇，外面的所看到的、所看到的物件，大行都认得真好，真好呢，绕在内底。那别人哦，现在我看咱大学这个讲堂对面头前迄张纸嘛。中央开一个天门，哈，只话圆滚滚安尼看，我若敢坐起来，我一定爱看中央外出哩，看外号另外一个世界，外号另外一个世界，拄着你问一个世界，那么迄个外缘绕来绕，内绕，哈，当初我若没有这个，一旦看了，让我看到这里各种的景象的时候，无法度是，伊就无法度加干扰着。结果刚刚拜托你莫好看，你是要好看，要好看，我就去心内咧，因为我未平静，啊未平静咧，怎么？艰苦是我艰苦家己尔，艰苦死好，好无法咧，即外缘内绕，吼、哦，有诶人啊，耳眼叫行行，希望听人讲好话，一旦咧，人甲人讲歹话，未食未困，恨一世人，恨一世人，怨他一辈子，恨他一辈子的是啊。你外缘内绕，咱心未安，哈、哦！反正你看咧，现咧一世人，伊嘛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安尼恨我、怨我，你阿则讲。那么我一个弟子啊，我都开始行道，哈、哦，学佛啊，行道咧，开始甲广结善缘咧，无偌久咧，啊，有一个信徒先变交朋友。我甲讲一句话咧，哈、哦，讲一句话咧。我讲吼，你对你某一定要较好嘞。你若无对你某较好的时啊，你以后你一生做袂成功，伊就爱甲恨嘞。我迄阵我想实在都安尼，实在都安尼，啊，大家甲恨到现十一年，甲自旧年嘞，有一个因嘞才拄着。伊讲老弟嘞，谢谢啦，我谢啥？十一年前吼，啊，迄阵我要医药所，你甲讲的话吼，你讲我若无听我某的话吼。啊！我一直吐，迄阵我甲你气到安尼，我是足气，气到吼你凭啥物？你会批用批头批评我？是安怎用批评我？我以事论事，我甲你讲，好，伊讲我这十一年来，我甲你恨，我误会你足深的，我无要紧，误会就是误会，有一天你会了解。啊，跳到呢，第八年的事业总倒了啊，平了也是，才想到我讲的话。啊，迄阵呢，开始唔敢找我。啊，唔敢找啊！遐多一年都消防，百货公司消防，啊，只伊将这心甲拍开，好，我讲你就是迄种外缘内绕，外缘扰乱你心，心心乱，心乱，哦，所以安尼来咧，这里咱的这朋友咧，兼信徒咧，就安尼咧，吐，直接吐，哈、哦、啊！因为听我讲这句话。啊！伊就对伊个某，从足迄个，甲伊处处的预防伊个某，预防伊个某。好，因太太一直预防，我讲你错过去啊！伊个预防，伊个预防，不要预防视线，你也一直预防恁太太。啊，结果呢，真真正正的对安尼行，好、哦，这就是讲啊，这就是外缘内绕啊，好、哦，外，咱来伫世间。外面作的因缘会扰乱咱的心，扰乱咱的心，包括我嘛，同款常常嘛会当着，常常嘛会当着，吼、哦、啊！有台个外缘来扰咧，好、哦、那啊，有一寡信众地主，啊，就知影卡到我的厝，啊，伊就暗时三更半暝十点外、十一点外才出去等我，就要紧来问，我足爱困，安尼我真爱困安尼吼，伊才来耶，哦，我就足烦了，我就拢惊到暗时人那下来家己电铃后边。外缘来着，啊是要甲写一张条啊，甲打来讲，啊毋是这九点以后咧，莫来甲找，啊想伊若九点以前来甲找嘛，甲我。好，外缘来着，外缘外面的缘呐，扰乱心。啊，我放弃啊，算你来就来啊，我不甲讲拜托你阿摆莫来找我，因为我等下厝我是要休困啊，明仔一大早要搁出发。哦，那么啊那么是外缘内绕。
感觉刚才那放水来去，你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轻松。咱就是咱来是世间安尼。好，即摆为名和利的代志，你外缘内绕，外缘内绕，外面的缘哦，我都趁着干嘛亲像人哦，迄外缘内绕，里面的会扰乱家己的心，哈，扰乱心，啊，无了解家己。人生在世间，要了解家己，确实无简单。哦，除了咱有学有修行，那么呢，咱佛甲咱讲，你无多神通了解家己，佛有讲出来，讲了贪爱哦，定境世间只境界的事啊，咱卖勉强，卖勉强，就叫做顺其自然就对啦。好，该来就来，该去就去。好，这外缘内绕，咱都无法度去哦受着。所以感受苦地啊，咱啊甘愿受着外面遮呢，做奴才，画来画去，做高做无做咩，安尼咱呢做遐个奴才，确实有影，确实有影。好，是吧？这就是甘受虚实啊，甘愿受着外面所看的遮呢，来甲咱，咱去做一奴才。哎，咱只有心，只有不安。好，所以佛啦，甲咱讲，咱无心痛的时，咱就尽量吼贪爱定境，咱了解家己呢，吼，尽量卖贪就对。好，变落他世尊啊，从上面去，咱就罗翻着他世尊，啥子他世尊呢？其他的佛菩萨，其他的神仙来甲咱讲，对上面去，上面是戒定慧，教咱对戒贪。定呢，定心，卖着咧生气；慧呢，爱有智慧，唔好无耻。呀，时时诶，苦口婆心呢，三藏十二部经诶，所讲嘛是讲咧讲戒定慧呢，戒定慧，哈，戒定三藏十二部经，啊，这叫咱戒定慧，戒掉外缘，哈，戒除外缘则贪。定呢，定啊，安定自己呢，唔好外缘呢，甲咱心弄乱去啊。维新圣教宗立道场，把咱弄到尾啊，吼，家己啊，就咱生气力大，吼，戒定慧呢，吼，咱智慧，咱活伫世间啊，就爱有智慧，所以众神仙啊，拢嘛来甲你时时来甲你开示，拢是戒定慧，所以对上面去种种苦考令。勤力宽令勤实，好、哦、叫咱呢，这个爱对这个贪嗔痴三项去戒除掉了，种种的苦口呢，好困难，还有那贪的物件叫他好困难，好莫过升起来，让他休息咯，让他休息，不要升起来，莫向外求以佛我，咱莫向外求啦嘿，咱各位向内去修正家己，好、哦、来向内底家己求。好，咱以佛无二啊，以佛无二，那是叫做以佛无二的即身即佛，正等正觉，正定正觉。好，以佛无二啊，就是咱佛家咱所念的经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》。哈，啊，这都是以佛无二。哈，上简单呢，就是一解说正定正觉。哈，就以佛无二，即身即佛，以佛同行。依佛戒行啊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正定正觉，正定正觉，吼、哦，《心经》所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迄个正定甲依佛无二。各位，咱啊依照以上我所讲者呢，咱啊做日常生活的事啊，咱就甲佛同款啊。所以佛是什？佛是啥人呢？佛的人是什么种？安详，安详，心安，无烦恼，无挂碍，就是佛啦，吼、哦。故闻开佛之见，我也劝一切人啊，以自心中常开佛之见啊。咱六祖可能开始啊，讲故闻开佛之见啊。开佛之见就是去四个门，一四个门呢，叫做开佛之见。哦，这四个门啊，哦，开是五入的，这四门。哦，四门。就开佛之见的四个门，好，开佛之见四个门，咱叫你去做，好，叫做开佛之见。
我也看一切人啊，咱六祖法师咧，只是要劝一切所有的人，一切人唔是世间人咯，各位爱弄清楚呢。包括地界、阿修罗、天人、世间的人，所有生命的人，有生命的，吼，无论动物嘛是人，法师咧是人。有生命就是开始一切人啊，以自心中相开佛之地见啊，咱常常向来啦，开佛之地见，开始五蕴，好，开始又一个法，就是讲开始，我看了这个物件，我看了这个笔，看了笔以后啊，开始哦，物件会甲咱开始哦，咱要弄清楚哦，唔是法师才甲咱开始嘿。唔是讲说哦，大法师回想，也是先第时才来开始的。一张纸啊，一个物件嘛，我都可能开始嘿。一个物件嘛，我都开始的。那爱去悟呢？爱去悟，爱去找到安详。好，爱在找到安详。好，比如讲，今日我去摸一个哈，这个静物，哈，这个静物的大花园。我去个办公厅咧，哈！伊在讲，我去办公厅，我哎呦，你入来你内底，我心都袂安，吼！你含你入来，你都坐袂住，系啊，内底感觉坐得怪怪。好，假使咧，老家一寡的百姓，伊哩代表要入来你内底啊，心一定起烦，一定两个人咧，三低头拢两蹦机咧，都吼吼起来，不高兴，我走了，等着写好了，又系啊，都会安得来，迄个开始开个始。会发生个代志，或者是误了，一直讲哦，没有错。那你把那些坐的时候，拢哦，目睭金光光，心都未安。好、哦，安静嘞，哈哈，入三入，大家两个人进入不高兴的境界，进入不高兴的境界。好、哦，师叔啊，你怎么那么神通？我无神通啊，因为我这边说看到你的布置摆设啊，唔丢去啊，好、哦。那么你要改，好，你布置嘞，好，我那么顺这机会嘞，我为着大好各位做些参考。办公厅是这样来照，一般来看是真好，哈，真好。但是这两组的花架啊，花架真悬，比人较悬。花架花架比人较悬。入来时啊，伊就比家己逼住啊。啊，拄啊，我想头前呢拍干落，哈。啊，这个呢，红色对面的红色梅花，好、哦，规张的拢梅花红起起，迄面梅花，咱看起咱像咱叫做。这个，樱花红的呢，红起起，啊！这大大山水图，山足悬，虎牙头。我讲你这个情况，你袂安。好、哦，我讲呢，提供呢，啊，无长官吼、哦，你安尼呢，上好呢，两个对调，对调。山，你朝天水，好、哦，山大白嘞，哦，你也想要增加自在，啊，你退后。坐后，卖想干落，哈、哦，头前你摆两只椅啊，两只椅啊，啊，这个呢，刷掉，换一只来，刷掉，这来拢空空，好、哦，啊，你摆两只椅啊，要这样对，摆了来个，哦，我安尼哦，心足安尼，开始误入五入，好、哦，我吃了呢。
马上感觉哦，这个足自在啊，足自在啊，开始五日，让他心有所安啊。咱若一般厝咧，咱若要拜这个风山水图，爱特别注意。咱好平莫拜山水图，好平拜山水图咧，厝个囡仔会较歹，囡仔较歹山水图。啊，咱面对出来咧，你莫红个想济，红个乱心。那么这个长官呢？哦，伊讲啊，我你怎把摆两只桌椅啊？伊讲，伊人呐，遐人起来，伊拢徛起来，坐下来，拢徛起来。我讲你吼，这糟蹋坐下，糟蹋坐下。伊讲我来糟蹋坐下。我哎呀，你因为你坐下呢吼，你爱要学坐下，伊各就本位，各就本位，这是自卑。伊讲哎呦，我过去都唔知啊，过去都想徛起来，坐下来徛起来，啊人起来，伊就走来只坐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三个呢，三的等腰三角形，等腰三角形，哈、哦，咱的哎三只两只椅啊，大只椅啊呢，然后一个左辅右皮金童玉女，啊，这个白家过来呢，这个都两边有人加进来了，无障碍，然后开始悟日，好、哦，安尼坐了了是啊，哦，这感觉真正清新，感觉坐了足安详的，智慧就会出来。维新信教功德，所以起码开示五日，看一切人啊，就心中想开佛之地见啊。咱爱以上所开示五日，这个正确的见解啊，所知啊的见解，世人心迷心邪，哦，以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，哦。迄、那个贪望傲慢呐，好，侵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，啊，若能正心心上上生智慧啊，观照自心之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之见。甲咱六祖甲咱开示，就说世人呐，世间的人，世间的人心。所想拢偏去，所偏去，毋是佛的知见，毋是佛的知见。伊未作业，无智慧，苦苦种。吼、哦，伫世间做着足济的罪过，啊，足济罪过，真济罪过大种呢。比如讲啊，我贪你，我骗你，我甲你诈欺你，我恨你，我怨你，我伤害你，即着我做罪。啊！你做足济做，伊未无了解，就因因果果，无了解因果的问题啊，所以造成会造罪。哈，口善心恶，嘴讲足好听，但是伊心啊，心啊所想的呢，哈、哦、是出头真济，心恶哈，贪嗔嫉妒，即害人啦，妄怕妄语啦，哈、哦、怕妄语，控告控告。哦，感觉家己上大，哦，啊，侵人害物，侵害人个人，侵人就是邪淫，邪淫就是侵人，哦，侵人就邪淫，哈，啊，伤害人个性命，伤害人个性命，害物呢，就是讲咱将说无修福，无修福，哈，无修福，哦，自开众生之见，家己呢开着众生见呐。所以众生见都是凡夫见，众生见啊就凡夫见。所以凡夫见啊，表面呢拢讲哦，我咧修行，我咧食菜，真正即唔是真正修行，食菜唔是真正完全的修行。你为了菜，只个咧食菜，心啊恶毒的事啊，迄根本都唔是修行，迄就比人搁较罪搁较重，吼、哦，迄就最起码欺骗着良心。所以咱的六祖啦，甲咱讲到开众生的智见呐，就是咱的心迷去啊，心邪，无智慧，处处作业，吼、哦、口业，吼、哦、做口业，吼、哦、咱的贪嗔痴啊，吼、哦、咱的控告傲慢，吼、哦、侵人啊，啊伤害他人的性命，啊伤害他人的物件，咱无受福，就是开自己开众生智见。若能正心上升智慧啊，好观照自心，知恶行善。若是咱会当正心，即个正个心啊，心会当正，
吼、哦、不偏不倚的心的时啊，哈、哦，上升智慧，咱时时都我都升起这智慧来，好、哦、观照自心，反省忏悔，观照自心啊，观照自心，反省忏悔，反省忏悔了，知恶行善，哈、哦，咱呢知家己做歹做恶事，叫别人歹做恶事，叫别人亲戚朋友弟兄家己囝儿啊。唔通做恶事，尽量去行善，尽量行善啊！这就是自己开佛的知见，就是讲咱行十善，行十善，行八正道，行十善，行八正道，这就是好的自开佛的知见，好、哦，这相对就安尼来，好、哦，你是念念开佛知见，物生众生知见，各位啊，咱唔通开众生的知见。开众生之见落地噶，开佛之见，咱会当成佛成就去，啊，咱就要成佛。好、啊，叫咱莫开众生的之见，开佛之见就是出世开佛之见，开佛的之见，咱就出世。开众生的之见，世间入世，所以有个人啊，啊，我咧入世入世，世间世间，为所啥都叫世间呢？哦、世间甲出世两回事，世间诶，就是讲世人心狭，世间的人拢心狭，吼、哦，以为以无耻，吼、哦，为是家己为是本性，做作是恶业，吼、哦，口业心不善，心恶，万道嫉妒贪嗔痴，种种咧，控股侵人诶下财物等等咧，迄种众生诶低见。叫做世间，叫做世间。那么讲世间啥意思？啊，都会食饭啊，才会种花，叫世间，唔对呀。世间就是咱的贪嗔痴，才会妄想行为，就是世间。啊，出世呢，就是有用智慧正心正心，啊，用心智慧关照自己，反省家己，反省家己，行善止恶，啊，这是开佛的地界。就是出世，吼、哦，就出世。所以有个人啊，有个人啊，伊都这个啊，我啊，我都出家啦，吼、哦，我出家，出家来也是来修道。出家修道是真好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出家就是要来就是清清净净，无爱伫世间去作业，做一个恶业，做一个苦恼个业。所以咱个自日修行个伫道场呢，咱个本来就是爱。找智慧，以智慧做咱目标，时时反省忏悔。因为这环境内底呢，环境内底，予咱反省忏悔啦，咱就袂做恶业，叫做出世。出世法，出世法，就是讲咱唔通做恶业，哈，爱有智慧，时时反省家己，叫出世间法。啊，入世法，入世法，甲世众生凡夫拢无差，好多世间，你但若。你若但落落执念啊，以为功课的事啊，吼、哦，何以礼物爱买呢？咱啊每一工啊，啊落落执念，咱每一个观念啦、啊，执着啦，每一个物件咧念头咯，一直执着，一直执着的事啊。那以为功课，每一工做这代志叫做功课，大家拢做功课咧，咪无做功课，我早起就做烦恼的功课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做欢喜的功课，咱的念佛、哈、哦、学佛、拜佛、上经，迄种功课出世的功课，咱啊，每只我坐，哎呦，我心里我万年想尽办法，要来伤害他人，想尽啥办法来，要来骗别人的事啊，这嘛种功课，这是礼物爱买啊，不莫导致啊，不莫导致，你牛不畏嘛。本来就啊，干来去买啦，爱向前行嘛，啊，咱就本末倒置啊，往回头看，安尼是苦恼，是苦恼的。所以啊，咱就六祖慧能大师啦，咱爱以做善事做咱的功课，唔通做恶事做咱的功课。那安尼呢，咱就自己对入咧，好，你有爱买。维新圣道，何必得罪？对入咧。好，你有爱买就本末倒置，本末颠倒，颠倒变。好，安尼来，咱人生就苦恼来了。达业，好、哦，这个发达
大一回想啊，伊就讲：若然若然者，吼，但得解意，不如上经呀。吼，书呀，经有何故呢？吼，其中念念只为迷误在人啊，吼，损益有机，靠上心行，即是专精啊，即是专精。靠上心不行啊，吼，即是必比必经白个。好，啊，听我基业，心迷法华转，心我转法华。好，上经救不明，意义做主家。好，无念无念念即正，正有念念成邪，有我记不记啊？将将有别无车。好，别来鸟说就是烦恼，烦恼。好。讲若然啊，那安尼照照以上大师所讲安尼呢，但得解语不得上，那安尼我就免上经啊咯。哦，一听大师甲开示的是，伊就安尼我都经都免上啊，免读经啊。但是咱大师啊，甲讲经有何过呢？经有什么罪呢？恁经册无罪过，哈、哦，经册无罪过，哈、哦。只这样你呢，经哪有去障碍你的念头呢？经都无障碍你的念头嘛，所以说有的人啊，伊无爱上经，将罪过拢放在放伫经，过着过人就是经，吼、啊，将所有罪过落伫经面顶，迄就错误去啊。只因为迷误在人啊，损益有机啊。咱因为咱读经呢，就是迷甲误咧，在咱家己，咱若迷去读经，读一世人无路用。那若有五经咧，你读一冬咧，一工咧，你就经就五损甲益啦，吼、哦，有机啊，你要损啊，损失啊，利益家己啊，拢靠你家己啊。那唔好将这个罪过咧，那个怪，那唔通个怪去，啊、哦。所以有个人啊，那读经，哦、我经读干啦，我那要开五经唔对的，经无唔对，是你唔对去啊，咱人唔对去啊，那变成圣经的解说。好，讲上帝咧，耶稣要搁复生啊！啊，有个人哇，耶稣要复生，真正我要找耶稣要倒找，耶稣就代表咱的心，代表咱的心，心咧善的心，大家就要搁出来啊！有好心的人就要来啊！好，咱爱五经，啊是讲，甲咱解说哦，地球末日到咯，真正地球末日到，若是咱家己咧毁灭家己的是地球末日已经到位啊，地球已经到位啊！咱是爱五经，你莫甲买去，甲照经顶找，你就真正袂通。啊，是有要信耶稣会当永生永生，吼、哦，信耶稣心会当永生，无唔对啊。耶稣是心啊，信家己心的人啊，才我都永生。你莫一定我信别人去啊，你信别人都乱去啊。你叫他信着牧师所讲的，你无去过，那我都永生无好哩。你信就发书跟你讲，那生命永恒，唔知个哎，生命永恒，生命永恒呢？迄佛跟你讲，生命是永远往那永恒，不生不灭。你若无去悟的时啊，你若知影生命不生不灭，所以那爱悟经，啊，损益由家己啊，你要损还是利益家己，靠你家己哈。靠上心行，这是专精啊。咱咧找咧上精，心爱去做。经嘴经读到这，咱爱去做，啊，莫是经读一大连呢，啊，结果你无去做，哈、啊，安尼咱来心来嘴来念经，哈、啊，心的咱爱去做，心去行的是去做的是啊，去改进去做的是啊，叫做专精专精专这个经，若是靠上心不行啊，即是被经转，咱若嘴一直念经一直念，心无去做的是啊，咱就去互经甲咱转了。换经给咱转的是足可怜的，咱的性命互文字白呀，文字白呀。所以古圣先贤互咱的经啊，经啊，拢是要互咱去转这個经，依照经典去解说，去然后呢去作用在生活中。啊，莫讲从经呢进入经，有个人啦、啊，心灵的境界进入经中，进入经中，未出脱，爱注意，爱注意哦。我掉我诵经诵到我的心理境界都进到经的里面，喂，
你即马伫上心进入境境界，上山你的心要安那？我问你，你心要提倒位去啊？吼、哦，所以一个啦，即伊我上经上足济，大家拢做功课，上经上上三十几年。吼、哦，伊说伫上经个时，心拢进入即个金刚经个境界。我讲啊，若无上经个，你心进倒位？啊，有一天你嘛，咱若准备死个时，哎，十八岁上经个时，你心要进去倒位？我问你，要进去倒位啦？向我只向啊，只去着惊，对啊，安尼我对啊，我安尼啦，心上经我心啊，思想进入经个境界，但是一旦经过煞去，无路走，烦恼到位，那么。用经行，用在日常生活中啊，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啊，去行行经，安尼啦，将经进入你的生活，这才是高超的，这是我都解脱哦，莫将咱的进入经的境界，哎呦，经的境界进入咱的心的境界，进入伫生活的境界，安尼咱都有得解脱，就我都解脱，哦，这点呢。提供给各位啊，恁做一参考，好，莫去经北去，嘿，这点这节到这暂时休困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